大家好，我是林国坚。我经过一年整年的这个疫情的影响，我相信今年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。不过假如大家充满信心，根据政府所规定的政策，我相信很快的我们将会打胜这个疫情战。那么新的一年里，我在此恭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。